孕妇突如其来的疼痛到底是因何而起？不像是要生的那个感觉哈，因为时间还不到嘛。争分夺秒的抢救，患者能否转危为安？非常紧急，因为你在一疏忽的情况下，有可能就可能发生胎死宫内。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，新生命的命运又会如何？平安三六五急诊24小时即将播出。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是一所国家三级甲等医院，承担着青岛市、山东省乃至华东地区的危重疾病患者的救治康复工作。这段监控拍摄的位置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区门诊大厅，时间是2019年4月15日下午4点1刻。大家注意，一位男子急匆匆地推着轮椅，上面坐着一位女士，一个急刹车让他马上右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我这边现在肚子疼到哪地了？现在需要上哪儿？现在怀孕多少周了呢？37周。37周。王女士36岁，山东青岛人，怀孕37周，因为腹痛来到医院。陪她一起来医院的是她的丈夫王先生。之前生过孩子吗？生过。好，现在是几分钟疼一次呢？您跟我来这边吧。你是怎么了？我们家属现在外边生了。你多少周了？37。下边零没给东西。你写以前生过孩子没有？来，往里走。顺着跑的。来，赶紧上姐的床啊。李医生立刻给孕妇进行一系列产科检查，血压在正常的范围之内，胎心是每分钟144左右，也属于正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宫缩强度越来越强，然后进行了阴道检查。阴道检查是宫口该开大，短时间内可能会分娩。李医生赶紧和护士将孕妇挪到轮椅上，尽快把她护送到产房，并通知家属要办理入院手续。来产房吧，产房吧，这有一个经产妇，腾位已经临产了，做好接生准备，我们马上上去了。产科接到通知，立刻做好接产的准备。孕妇37周，经产妇临产，腾位血压胎心是正常的，宫口开大4-5公分。当时一进产房非常快，非常急，刚刚倒上检查床，同时进行测量血压、测量体温，给他绑上胎心监护，绑上宫压探头。躺的时候，他喊了一句，流了很多水。我们一听说破水，第一反应就是听胎心。胎心下下来了，赶紧检查。胎心下降，意味着孩子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在孕妇身旁的助产士吴继霞立即消毒，对孕妇进行阴道检查。发现这个胎心出现了一个跳水一样的大减速，这样的话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病人可能出现了脐带脱垂的情况。大哥，我看到脐带脱垂，有边吗？有边，很厚。当时一检查就发现他的双足是露于阴道内的，然后两足之间夹着一串脐带。脐带是连接胎儿很重要的生命线，正常的胎儿头部位于子宫的下方，胎儿的头部先露出，有利于新生儿口腔的清理，对于整个胎儿的顺利娩出都是有好处的。而现在孕妇王女士是胎位不正，臀位分娩，不管是臀、足或者两者相结合先露出，相对来说她下边的缝隙是比较大的，她的脐带很容易从两腿中间滑下来，可导致脐带受压，胎儿血供障碍，发生胎儿窘迫，甚至危及胎儿生命。脐带脱垂5到7分钟，甚至可以让这个胎儿失去这个胎心，所以我就需要让这个孩子尽快娩出。而且根据赵磊医生的临床经验，通常臀位胎儿头相对来说偏大，如果胎儿臀部先出来，头部出来的话，这样对胎儿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。突如其来的危险，孕妇能否顺利生产？平安三六五急诊24小时正在播出。此时主治医生赵磊试图从电脑上找他历次就诊的记录，但是什么都看不到。他没有来我们医院就诊，所以什么也看不到，全部的信息就是一个经产妇臀位脐带脱垂。
助产士吴继霞从检查出是脐带脱垂的那一刻起，手就没有再放下，一直拖着胎儿的先漏部。当时脑海里只想着就是托举的胎儿的这个先漏部，防止脐带受压，就想快争分夺秒，争取让胎儿导电出来，然后这样因为时间越久容易发生胎儿窘迫，胎死宫内。一般来说，臀位经阴娩通常会在宫孔全开的时候也不急于先娩出胎儿，会先进行手法堵臀，使子宫和会阴进一步扩张，以预防后出头困难的情况。首先我要判断他是不是立即能经阴分娩，从阴道娩出胎儿。那么这个产妇吧，宫口没有开全，至她宫口开全再加上堵臀的时间，估计应该是大于5到7分钟的，应该不会比我们手术更快，那肯定选择更有把握的事情。正在缴费的王先生对于发生的这一切还全然不知，赵磊医生第一时间就将具体情况告诉了孕妇王女士。胎下来了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这种情况考虑是破水把孩子的小脚丫和脐带抽出来了，孩子现在处于缺血缺氧状态，情况比较紧急，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安全，要让孩子尽快生出来。但是你现在宫口没有开全，短时间内不一定能从下面生出来，还是手术比较确切，建议你考虑手术，你同意吗？啊，你看一下我们手术同意书啊，它有一定的风险，可能有羊水栓塞、大出血、切口长不好，孩子有需要抢救转儿科的这种风险啊。简单先跟您说，不管再跟你详细说一下啊。同意的话，大家签个名好吗？好嘞，那我们赶紧去手术室，快走。主治医生赵磊立刻联系了产科主任詹主任，告知正在开会的詹主任有一台急诊手术需要他马上做，同时通知手术室，告诉他们一个临产孕妇情况非常紧急。目前臀位脐带脱垂，胎儿胎心不好，需要马上手术抢救孩子，现在正在把病人送过去的途中。此时办理入院的王先生也回来了，可是对于眼前的一切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紧张，马上就到手术了。哎，产科急诊来了。他到了我们这儿呢，已经是进入到比较强烈的一个产程的过程了，宫缩非常强烈，而且它的宫口呢也扩张的是比较快的，但它产道没有相应的扩张，啊，所以说它一旦喝了水以后呢，它的宫缩又非常的强，整个的包到胎儿的这个先露部位，反而是宫口短期内扩张不了。胎位不正，孩子是臀位。而且孩子的足已经有一部分脱落于产道的下方，进入到产道。产道是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，医生要将孩子从底部再倒回来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这种发生呢，确实是属于产科里面呢比较紧急的，我们大家最听的最多的也是最凶险的，被称为产科死神的就是羊水栓塞。再就是现在呢，高龄妈妈比较多，产房里边呢第二大的危险因素呢就是子宫破裂，第三呢就是脐带脱垂。可以说这个脐带脱垂是一旦发生真是叫防不胜防。再加上产妇的宫缩非常强，在有宫缩的情况下将孩子取出，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难度。一般的来讲呢，是我们说经产妇和初产妇呢，初产妇第一胎呢分娩它还是比较就是宫缩呢相对来说比较缓和，经产妇生孩子都特别快，那就是说宫缩一旦宫缩起来是比较强，时间呢也比较长啊，这个宫缩的强度也比较大，而且呢产就是我们说产痛也是非常明显的。手术正在紧张的进行，与此同时主治大夫赵磊找家属补签协议，因为之前时间紧急，在产房时已和孕妇本人确认签字，但是作为家属的知情权还需要和家属确认。反正就是硬着头皮签上，然后就是在外边，对我来说那就是听天由命了，就是等消息在外边。我也帮不上我有什么东西。王先生一家原本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，在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之后，夫妻二人商量想要再要一个宝宝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这样惊险。就是怕后期你万一真是有点什么情况，
是不是？这一个家庭，这一个家庭来说，这是，确实是，大人孩子都有一些。如果短时间内孩子取不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甚至有可能面对新生儿的死亡。脐带呢是连接这个胎儿的很重要的生命线，如果这个血流阻断七八分钟，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后果就不好了。即使抢救过来，也可能有别的，你比如说，缺血缺氧性脑病，我们也就所说的脑瘫，这样情况是有的。经过一分多钟，孩子取出来了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，手术室又陷入了困境。孩子呢反应不好，没有哭声，呼吸也非常微弱，肌张力很差，那么皮肤颜色呢也是不太好，有点青紫。詹主任取出孩子后，极力救治孕妈王女士，因为脐带脱垂，本身母体也是有损伤的，会出现宫颈或者阴道撕裂，并且感染的机会也会增加。同时，接到孩子的主治医生赵磊，给新生儿建立呼吸道、刺激反射、保暖、皮肤的擦干。在外边也不了解情况，具体里面什么样哈、也不知道，就是害怕。大人孩子，因为确实那个情况也挺危险的，也挺急。一分钟后，孩子的皮肤逐渐恢复了正常颜色。当我们听到他的这个哭声的时候，大家确实是感觉是长长的这个叫舒了一口气吧，觉得这个孩子是有救了。这个孩子他是有脐带脱垂，再其实也有胎膜早破，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有感染的一个宫内感染的一个情况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保证孩子生命体征比较好，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把孩子就是紧急转到我们新生儿科进行治疗。经抢救，孕妈王女士已经脱离危险，手术也到了最后的收尾工作。事先是否有何征兆？孕妈们又该如何预防？平安365急诊24小时正在播出。幸运的是，因为抢救及时，孩子的指标都是正常的，颅脑磁共振也正常。手术以后呢，他还是在我们产科是恢复非常快的，手术后的第五天，那么他就一起出院的，是非常好的。手术后呢，也没有产生其他的一些，比如说感染啊，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手术病相关并发症，这些都没有。明明胎儿已有37周，孕妈检查也一切正常，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生过了，多少有点经验，前那些都是挺顺利的，没有什么别的情况。然后胎位不正，当时是他一说他是个椭圆位嘛，就是看后期，就说到生之前看他能不能转过来，就是胎位能不能回正的。在这之前，孕妈王女士一直都定期产检，就在32周去医院定期做产检时，医生和她说胎位不正、臀位，要多注意胎儿的情况。可夫妻二人觉得之前已经生过一胎，而且还是顺产，就没有很在意医生的话。直到事发突然，当天王女士自己独自在家，中午的时候她觉得腹部有点疼痛，但是还是没有在意，渐渐的疼痛越来越强烈，才打电话通知丈夫送自己去医院。没心也在是就是说要生的这个没往在上边想，就感觉自己好像之前也有点肠胃不太舒服什么的，就感觉是这一方面，因为那症状什么的疼的症状根本不太像啊，就没往在上边想。现在呢高龄产妇也比较多，那么好多高龄产妇啊，包括我们就是这个经产妇的妈妈，那么她可能第一胎的分娩还是比较顺利的，那么可能第二胎呢可能存在着这个重视不够啊，或许这个孕产期的保健呢就不够规范。有资料显示哈，就是在这种二胎、三胎甚至四胎，就是更容易发生脐带脱垂，就是因为它宫缩比较强，那么胎头没有衔接，那么胎膜一旦自破，脐带随着胎盘，就是我们随着羊水的流出呢，导致脐带脱垂的这个几率就非常的高。
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中都认为已经生过头胎，第二胎就会有经验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在詹主任看来，这样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。发现这种胎位不正啊，应该是还是在孕期适当的时间呢，比如说30周以后，那么36周之前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，让他尽可能的在宫内呢一个实行他自己的一个胎位的转变。那么再就是一般在说36周以后到37周之前呢，那么也可以进行住院情况下呢进行外倒转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一旦发生了这个胎膜自破，就破裂了，那你再做这些恐怕就不行了。那么对于胎膜自破的孕妈们，又应该怎样预防脐带脱垂的发生呢？当然了，假如说在家里边胎位不正碰到了羊水自破，那么一定要立即呢平躺，抬高臀部啊，甚至呢你也可以我们说胸器卧位也可以，那么由120急诊送到医院来啊，这样呢也能减少这个脐带脱垂的发生。平安365还要提醒广大孕妈们，无论您是头胎还是二胎，在怀孕过程中都不能大意，一定要按时产检，确保胎儿正常。如果怀孕在30周后发现胎位不正的情况，就要引起注意，根据医生医嘱做相应的活动。如在家中有腹痛等不适症状，一定不要拖延，尽早就医。2019年5月3日上午10点43分，山东省诸城市某小区，一名15岁女孩左手被压面机挤住，急需救援。接到报警后，我们立即出动消防救援车一部，7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。诸城市消防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。消防员到场后，这名女孩的左手被挤在了压面机入口处的两根转动轴中间。消防员立即取来液压救援扩张器，对压面机入口处的两侧向外扩充。经过10分钟的紧急救援，最终消防员将女孩挤住的左手取出，并交给了现场的医护人员。平安365提醒您，在操作类似的小型机械时，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谨慎使用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